这句英文要怎么说啊?让我告诉你 What's up, y'all? I'm Duncan Welcome to episode 66 Yeah 那最近呢,其实很多地方啊,圣诞的花圈啊, mm, Merry Christmas, everybody Hope yeah. you have a a good holiday 哇，单程、wow, 家有布置吗？嗯，有布置圣诞节的东西吗？啊、呃，嗯，还好，还没。我我会跟一些朋友见面做小派队但是到现在没有特别的的圣诞节气氛。<laughs> 哦，可能就是最靠近二十四号、二十五号的时候，才会真的有一些活动。可能，可能当天才会说，哦、oh,，It's Christmas。哦、oh, <laughs>，但是我真的没有没有想太多今年。<laughs> 好，没错，我我我好像也还没有准备圣诞礼物。嗯，我我比较早送给爸爸妈妈礼物，嗯、所以已经几个礼拜我没有没有做什么 <laughs> 什么逛街这样。嗯，三一集你有说，对对家人的都先准备好了，yeah, 还在还在准备。是，I still have a few days to g 好，那我们在说好友气氛哦这个主题剧之前，我们先进到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第一个是我们跟 m i x e r Box 的赞助方案，就是其实上个礼拜啊，就是麦克在节目的尾声就有做小小的预告，就是我们跟 m i x e r Box 有合作推出这句英文怎么说的专属赞助方案啦、啊。那可能会有一些听众之前没有使用过 m i x e r Box，所以我先简单说明一下什么是 m i x e r Box 哦。 就是 Mixer Box 其实是一个可以听音乐、听 Podcast，甚至可以看影片的免费 App。那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呢，都是透过 Mixer Box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觉得 Mixer Box App 里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呢，我可以在留言区及时回复大家的留言。我觉得这个机会跟大家互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很喜欢。那我们的专属方案是什么呢？就其实有蛮多种的。 有长期的方案，也有一次性的方案。那今天我先跟大家介绍长期的方案，下个礼拜再请麦克跟大家介绍一次性的方案哦。第一个就是长期的方案是最轻薄短小的，就是电子报还有幕后花絮的订阅方案。 如果呢，你透过 m r Box 每个月赞助我们四十九块钱，你每个礼拜都会固定收到我们寄给你的“这句英文怎么说的內”的 Podcast 内容电子报，还有我们录音的脚本。那里面呢，会包含我们录音前讨论的小花絮。当然啦，如果你想要取消赞助，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取消，不会因为你赞助了一次以后就只能一直定下去。 那第二个方案呢，其实就是上面那个版本的延伸方案，它就是呃每个月透过 m r Box 赞助我们九十九块。那除了刚刚说的电子报和幕后花絮以外，还会有另外三个很不错的内容。第一个是在订阅的第一个月，你会收到我们的感谢明信片，那上面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照片。<laughs> 对，那第二个是，你可以每个月录，请我们录一小段话。那这一小段话呢，可以是，比方说你想学的一小段英文啦、啊，请我们念给你听，或者是你想请我们给你，可能你正在面对一些人生的新挑战，你想要听到别人给你一些鼓励，那你都可以请请我们录，我们都会录给你。 也可以是我们专属录给你，然后寄到你的信箱，让你一个人听。也可以是，如果你想要透过我们传情达意给某一位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我们也可以帮你在节目里面念出来哟、哦。那第三个是，呃，你会收到我们学英文吧产品的三百块钱优惠券，总共三张，那你就可以用，就是。 扣掉三百块钱的价格来买学英文吧上面所有的那个数位的产品，那就是像线上课程啊这些的，在一年之内都可以使用这个优惠券。 那上面呢，跟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就是我们的长期方案。我们希望这些赞助方案的内容，可以帮助你用更多不同的方式，轻松跟着我们的 podcast 内容一起学英文。当然，我们 podcast 本身就是永远就是一直都是像现在这样子，可以免费收听的，这不会有任何的影响。那呃，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赞助方案，呃，帮助我们在创作的路上有资源可以走得更久。 那如果呢，你对我们的赞助方案有兴趣的话，我会把我们跟 Mixer Box 赞的连接放在这一集的节目资讯里面，欢迎你点进来看看哦。好，那进到我们的听众回馈了，首先是来自 Mixer Box 的呃听众，那回馈的是我们上一集 Duncan 的英文请讲后，就是学中文跟学英文碰到的问题会是一样的吗？的下集，嗯、我们请 Duncan 本人帮我们念回馈。 Okay. Uh we have a comment from Doling H and they say, uh Kaiting Kaiting de her zhongwen he yingwen da the de chayi xing shi han hao de keti. Thank you Doling H. And then we have a comment from Yilingwing E. Uh they they comment often and they say uh zhule wan fa yi lingting de biaoda shi shui and wo men tongyi Thank you Ling Yi. And then we have a comment from Sandy Lee. And uh So, we're glad we can help you improve your English ability, Sandy Lee. 對,感謝Yiling跟Sandy,當然還有Dolly,那其中Yiling跟Sandy常常留言給我們,非常感謝你們。you. 那再來是另外一集,你拍得很好耶, okay, we have a mixer user that says uh uh mm, that makes it easy to understand and learn. Thank you. And then another comment from Ling E, and that's uh, they say 生活化的英文, thumbs up. Jan. Thank you. And then we have a comment from uh 叶为清，他们说实用赞，thumbs up，thank you。And then a message from Tingting，and they say，从埃及知道有 podcast，相当实用又生活化，睡前听得更好呃吸收，一定要推荐让朋友让好朋友一起学习，thank you Tingting，glad to hear it。And then one last comment from Xuan，xiao、oh, And they say, Jen, thumbs up.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We appreciate your comments. 超级感谢的，而且也很谢谢婷婷愿意从 IG 跑到 Podcast 上面来听我们的节目。嗯、好，然后还有另外三个，同样也是这一集的留言。首先是 Via，他说，说到手势，现在还记得许多女生会比小爱心哦。没错，因为那集我们就是在讲拍照会比什么姿势，嗯、小爱心确实很流行。对对，然后还有 Pin。 他有问我们,请问我需要长辈图,就是早安, mm. Yeah, you can call them old person memes. 可能还是 stickers old people use in family chats之类的。呃，我觉得我不知道什么刚好翻译的，但是大家都会知道你说什么。You uh, uh, know the the messages and

对，可肯非常的认真，因为我们在录音前讨论的时候，可肯那时候第一时间没有想到一个非常直接又很贴切的翻译方法，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查网络，美国人的年轻人会怎么形容？可能他家里的长辈传给他就是问候的图片，然后刚刚可肯说的就是。 Old person memes，还是 old person messages？对，对是虽然就是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最好的翻译方式，可是它在网络上出现的频率蛮高的，所以我们先用这个方式。那以后如果 d 肯有学到更好的说法，我们再跟大家分享。<laughs> 嗯，然后呢，再来是李鱼纯，也是很常留言给我们的一位听众哦。他说很实用，谢谢。那真的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 再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主题是好有气氛哦，好有气氛哦。这句英文要怎么说呢？如果直接翻译，你就说 “such a great atmosphere”。还是 “such great atmosphere”，nice, good, wonderful atmosphere 都可以这样。但是这个字 a t m o s p h e r e 是应该是最最基本最常用的。我知道这是有一点强字，但是还是人还是会常用这个。So a great atmosphere, like. the christmas market has a great atmosphere atmosphere a-t-m-o-s-p-h-e-r-e so -e. christmas atmosphere christmas spirit yaki dance spirit dance the like if a if a party has a great atmosphere nikaisho

咖啡廳有一個很酷很好的氣氛。就是說I oh, love the vibe there. There is a great vibe here. 這樣可以。好哦。Oh. 就是除了刚刚当很教我们第一句 such a great atmosphere 之外，你也可以说 such a great vibe。那 vibe 呢？这个字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用的，就是可能听起来更酷，就是更帅。嗯、那只是如果呃把它用在像形容 Christmas 圣诞节这种气氛，可能会这样用，但通常他们会用的地方是他们去参加一个派对，或者是到一个很酷的餐厅里面，他们那个气氛超好，他就会说哇、wow, such a great vibe。嗯、听起来就觉得好像非。 这样的流行这样子，对,对对。那 f i b e 这个字怎么拼呢？vibe，v-i-b-e，、e, 嗯，那是从那个 vibration 的 like 下来了，就是一个、uh, abbreviation of vibration，就是如果你让什么咚咚咚一咚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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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那个嗯，那个呃。 那个 wave 像那个 wave，像脉搏这样子、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wave 还是 like a sound wave or a wave in water，这这都是那个 vibration，就是你你感到的的感觉，你你受到的感觉就是那个 vibe。对。哦，所以它是从<对>呃 vibration 这个字衍生出来的。是是是，对，这它这个字是好像从六十年代人开始用这个 vibe。对。就是形容气氛。对，还有人，如果你。 你交到一个人，然后你喜欢他们的样子，还是对他们有好感觉，你可以说哦、oh,，They like, they give me a good vibe, or I got a good vibe from her，还是这之类的，超级好用哎。可以可以可以，对，哇哦，所以不只是形容一个很棒的气氛哦。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就是你对他很有好感，可是不一定是爱情的好感吧？不一定，不一定，没有，就是就是说，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人，就是哦、oh,，Yeah, I got a good vibe from them，这样。 哦，oh, 哇，可以记起来，嗯，嗯就看到你想要跟他做好朋友的一个人，嗯、你就可以说，They gave me a good vibe，还是 I get a good vibe from you？嗯，有点像是好印象，但是又不会那么的生硬，对对,对,对,对，更自然。嗯、那再来补充学习，因为这里边就是圣诞节了嘛，那我们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圣诞布置，圣诞布置的英文怎么说呢？就是 Christmas decorations。 Christmas decorations，嗯，decoration 就是布置品，布置、嗯。对对。那要怎么拼？Decoration, d e c o r a t i o n, decorations。嗯，那如果我要把刚刚说好有气氛哦，这个再更具体一点，比方说现在是圣诞节，我就说好有圣诞节的气氛哦。你就要说 a nice Christmas atmosphere, or A great Christmas atmosphere. She's a very oh, It's a very Christmas atmosphere. It's a nice New Year's atmosphere. 值得蛮简单。哦，那刚刚 so, oh, Duncan 也有教我们另外一个说法。它其实可以就是总体来形容一个节庆。不管你想要形容圣诞节或是跨年新年这种，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如果是一个呃，some uh, like a holiday celebration，你就要说 festive atmosphere。 a hey, festive atmosphere. Festive就是呃 像派對的樣子,這個意思。對,所以其實不一定是一個 uh, holiday什麼節日,可能 如果你有一個 graduation party, party, atmosphere。對。Festive,呃拼法是 F E S T I V E, festive。這就是跟festival,對,那個統一個來源就是一個神榮字。 哦，oh, 所以刚刚当很补充，它不一定真的要是过节，连你比方说参加一个派对，或者是就是一个让你非常开心的地方，它那个气氛就像过节一样，你都可以说 a festive atmosphere。嗯、对对对，很欢乐的哦。那如果我想说，哦，好浪漫哦，比方说看到灯光啊，这边都布置的很非常漂亮，就说哇，好浪漫哦。就是 it's so romantic, romantic。嗯。 然后这时候，假设比方说一群人经过这个很浪漫的地方，然后你就指着你旁边的同事，你跟他说：“哦，下次你可以带你女朋友来，或是下次你可以带你男朋友来，要怎么说呢？”哎、mm hmm. hey,，You should bring your boyfriend or you should bring your girlfriend next time。这样。嗯，那有时候啊，比方说我们在呃新一区啊或是什么地方看到一些装饰，然后我们就突然觉得哇，好像在国外有、哦、那种感觉。Mm hmm. 这句话可以翻成英文吗？ 啊，可以，你就说，like uh, oh, it's like we're in a different country. 不过，我觉得大部分的美国人不会说这句话。如果如果真的像你在什么什么外国，你就会说，like那个就会直接说像在哪里，like oh, it's, it's like we're in Germany, it's like we're in China, it's like we're in Singapore之类的。Yeah，所以我们就会直接说啊，这里的气氛就像什么国家这样。嗯。Oh, mm. 我觉得这非常酷哦，因为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Dan 肯原本一开始是直接照着我写的中文翻译，可是后来就是他就跟我们分享，其实美国人并不会直接这样说什么哦，好像在另外一个 country，一个国家，而是。 美国人会说：“哦，这里好像什么什么地方，比方说这里好像墨西哥，这里好像日本。”他会直接把那个地方说出来。那这就是我们使用上文化上的一个不一样。嗯、所以呢，其实直接说出来很像什么什么地方更贴近，就是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嗯、这这可能就是文化观点的的影响。对，嗯，所以大家可以学起来。那再来，我们进到情境对话，我们先来讲英文。 The office has such a nice Christmas atmosphere. Yeah, it's like we are in Germany. Hey, why don't we all exchange gifts this year? Wow, sounds great. How that's it wan. Hey, Bangong Su, Chief Oh 真的哦，常春藤的二楼的那个门市有布置哦。如果刚好最近有来买书，应该会看到我们的布置。好。 进到文化闲聊的部分了，就是啊，刚刚有说，如果在台湾我们看到一个很欧式或是很日式的建筑，其实我们会很喜欢，而且我们也会说，哇，好像在欧洲哦，好像在日本哦。那我也会很好奇，美国人也会有这样子的形容吗？比方说，看到美国有一些比较不一样风格的建筑，他会立刻联想到，喂，这個、好像在那个地方吗？他们会很想要去那里拍拍照，或是看一看吗？嗯嗯 啊，uh, 一般来说，generally speaking，呃、uh,，我觉得不会。我觉得美国人不会不会用这句话为了为了描述他们的的那个气氛，还是他们的印象对对什么地方？嗯，有有时候有可能，如果如果人什么观光客去纽约的 Chinatown，他们可能会说，哦、oh,，It's like it's like we're in China。只不过如果你就是在一个呃。Uh, like a, a local French festival 你应该, it's like we're in france this uh, like uh uh a like i like they might say it, but i don't think I don't think it's common I don't think it will be common. they would just say like oh these are like these are just like the ones in france 还是, ribbonliao de the you will i wonder if these are the same as japan or uh like it's like it's like the ones i saw in a movie about japan, i said something. In ga yo kana, ru gu ru ge chifan shi zhen de hen bang, zhen de shifu and juede oh just the zhen de xiang then they might say it, but probably not. Oh. 就是其实，当肯他的观察，他是觉得要触发美国人觉得某个地方很像，就像那个外国的某个地方，这个事情本身的条件可能会更高。嗯，就比方说刚刚呃，当肯举一个例子，纽约的那个中国城唐人街那边，它就是很大的一个聚落，可能真的会让美国的观光客去那边的时候觉得说，哦，对我们很像，真的到了中国的那个场景里面。那可是如果是一般，比方说去。 呃，餐厅里面，日本餐厅里面吃个饭，他顶多就说：“哦，我在想，嗯，这个跟日本当地的食物会不会是一样的啊？什么的。嗯”他他会觉得可能有类似的感觉，可是不会让他就觉得他跑到那个情境里。Yeah, yeah, 对，所以会需要一个更大的氛围才会让他有这种感觉。嗯、对，没错，没错。嗯，那美国人会很向往就是呃外国的东西吗？外外国的一些造景吗？嗯、会会一定会会会有兴趣，对，会很红。 哦，所以还是会有兴趣的，只是不是一一可能一个餐厅就会让他有这种啊，uh, 有可能我、oh. 我有，我好像也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可能就一次去什么韩国餐厅，然后就开始非常喜欢韩国文化，就这类的有会发生，我觉得哦。Oh. 嗯 所以他不一定觉得他到了那个国家，可是他有可能有一个机会接触了一个他平常没有机会接触的外国的食物或是文化，嗯嗯、他从此以后就会对那个国家的文化或食物特别有兴趣了。对对对，我觉得，嗯、我觉得大部分的美国人不管不管在哪里，那个在在很乡下的地方，如果你开什么 like like 南非的餐厅，什么 like a Brazilian restaurant in a small American town，like 不一定会。 会很很红很成功，但是至少会有很多人对他好奇。他说：“哎、hey,，What is this? Oh, I want to try this. I want to, I want to check this out。”对，对，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美国人会有会有这种，特别是对食物。哦、oh,，对对。所以想在美国开外国餐厅的，就是你对,对可以行动。有一天你会获得很不错的回响，因为美国人会好奇的。 他们可能就会去一次，但是他们他们会上去看他是怎么样的，至少去一次<对>。啊，好吃的话就会继续去。<laughs> 对对对，嗯，很棒的分享，谢谢大家看过来。嗯、好，那我们来复习我们今天教到的内容。如果是好有气氛哦，我要怎么用英文说呢？Such a great atmosphere，还是 Such a great vibe？那圣诞布置，Christmas decorations，好有圣诞节的气氛。 A nice Christmas atmosphere. A nice New Year's atmosphere. 可以,嗯, a festive atmosphere. 嗯, so romantic. Next time, you should bring your boyfriend. Next time, you should bring your girlfriend. It's like we're in another country. 对,所以要记得, it's just like we're in Taiwan. 嗯,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这个节目是由长春藤的团队学英文版制作的。欢迎你到学英文版的网站 ivbar.com.tw 或者是 ivbar 的 IG 复习 podcast 内容。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记得按下订阅或是追踪，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个礼拜的新节目了。那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你留言给我们，不管是文字留言或是语音的留言，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哦。 那欢迎你点进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资讯栏，看看我们跟 Mr. Box 的赞助方案有没有你有兴趣的内容。好，谢谢大家，我是芭比，I'm Duncan，我们下次见哦。Thanks for listening，拜拜，See you next time，拜拜，圣诞快乐。Yes and Merry Christmas.